宝音箱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、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，就是阳羡的杀青之日。对，今天是4月15号，是我在五福临门的最后一天出宫，也是阳羡的杀青的一天。今天是一段时间之内最后一次以阳羡完整体出现，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？还有今天至少自己没有受伤，一般阳羡的出装都是带着伤的，今天还好又一次出宫没有带着伤入宫。经常挨打的感觉怎么样？很爽啊，还有没有？经常挨打感觉，我的妈妈，我也打别人，可能我打别人一次，别人打我9次，就是这样的比例。3, 1, 2, 3, 1, 2, 3。今天是其实就只有一场戏，他这场戏就杀青了。然后今天在神府，就是四姐夫家，我没有去过。他们那个景出来是最晚的，就是拍完我们杨家之后才拍他们沈家，所以沈家应该是最后杀景的地方。正好今天天气好，就是我今天有点感冒，我拍完团综之后有点冷那两天，然后又出汗，然后一会热一会冷，就有点冻了。但还好无所谓，反正我就吃一个，我就明天就能好。那我们就先去现场啦，一会儿现场见，拜拜。祝思辰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谢谢大家今天能过来看我，然后从腊月十中从很远的地方来嘛，然后看到大家就会这么多感动，很感谢。所以希望到时候出来大家可以喜欢他，因为他应该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的。我感觉我也是很用心的去演绎的这个角色，因为他真的跟我本人的性格反差非常非常大，我完全就是演了一个。可以可以。这里这里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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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剧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虽然最后效果也很好，我们也是看那个片段，对，我好像在记者答问。祝思辰杀青快乐，那你们回去注意安全哦。我现在杀青了，我现在是回去的路上，然后呢拍完今天的最后一场戏了，然后杨羡的身份也就暂时告一段落，有很多的不舍得，然后也有很多珍贵的回忆在WINWIN这个剧组留下来了。刚刚结束之后也有去看粉丝给我做的那个花墙，就是他们做的艺人真的很用心，我看到还有给工作的人举人的那种就是别针，别在那个胸口的那种别针，好可爱。然后还准备了各种饮料什么的，然后我也给他们准备了面包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面包是我在横店吃过最好吃的面包，所以我也想让他们去尝一下。好，杀青快乐，非常行大吉，谢谢。拜拜拜拜，期待早日与杨羡见面。